好，我们今天意外的有一个隐藏一层。没有，很久没有来。是最近有准备一些那个 GIS 的课程，然后想说就是有蛮多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就有慢慢的把一些那个 GIS 还有就是 GIS 跟一些相关的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今天要讲的其实很简单，是关于就是怎么用 GIS 去展示一些地图跟输出这些图这样。那就很简单，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先看输出地图，然后接下来就是用数据杂志。那当然就是帝国定义，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简化的描述。那当然，比如说像我们要画一个简单的，就是车站、一个铁路啊，一个秘密的基地，然后还有一个 S 的一个地点这样。那我们制图需要哪些元素？我们就是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这个图可能是等高线图啊，或者是一个很简单的几何的线条图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卫星影像或者是航空照片图等等。那另外就是你要展示图的话，其实还要有一些空间的资讯，像是它的位置，因为空间的资讯对地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另外就是说，怎么样去辅助我们的图，让它更清楚？比如说，你有一些简单的符号去代表，比如说咖啡厅或者是车站等等。比如说像这样一个有一个天湖障碍空间地图，它就标了不同的就是这个 symbol。那比方红色叉叉就是表示这个地方无障碍空间。就是完全没有障碍空间的设施，那绿色的就是代表说这个地方无障碍空间设施非常完善。那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很简单的去用 GIS 来制图，那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稍微介绍一下 GIS 的图形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展示地图，第三个就是我们去绘制地图跟输出。那我们看到，GIS 的界面其实长得就是类似像这样，就是一般的上面就是工具列，然后二的部分是就是放图层的部分，就图层工具区。那三的部分就是我们右边那个有多颜色的就是绘图的区域。那底下这个就是状态列。那在 GIS 的概念里面，就是我们图层就是显示我们就是这些地资讯集合的一个抽象的单位，比如说像一般我们的卫星影像图，它就是一个影像的图层。那向量图呢，则是由点或线，或者是多边形所构成的一个图层。那还有另外就是三角网，就是由三角形所构成的。那因为以前我们测量的时候都会去找三角形。所以就是三角可以建构出一个地方的等高，就是海拔的高度等等。那在 GIS 里面它有好几种，就它同时支援好多不同的图层。那最常见的一般向量影像之外，像向量的话它是用，就是只要有资源或需要的都可以加入。那影像图层则是底层用的就是 Google HDML 这个 library。那另外还有一些是一些资料库的图层，像是 Postgres 的 PostGIS Extension 的这个空间资料库图层。那另外 SpatialLeak 是建在 SQLLeak 上面的一个空间资料库。然后另外还有像 MS 西博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地图的资料库等等。啊，就是它支援的一些向量的图层的。是，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History 这个公司所开发出来的shapefile。虽然说它一开始是那个就是专有的格式，但是后来就是 History 把它的一些相关的 API 啊，还有这个档案格式的一些文件都全部公开出来，所以它目前是就在自己生命表当中是一个非常
像受欢迎的其实是蛮开放的一个答案就是，那其他像什么 Artificial Coverage 或是 MacMap Import 的那个就是 AutoCAD 那家公司他做这些全做进去的，就是以前早期的不会比较用这些答案就是。那大家加入向量图层的时候，我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其实要选择编码，因为大部分我们在流通的这些图层都是 figure， 但是我个人就是跟我们研究室的学弟妹都说，就是我诚心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再用 figure， 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台湾地理，它其实 figure 没办法显示，然后可能是某个公务机关他们自己有造字，然后就是。那个档案里面写进去，啊，不是我们拿到的时候，很多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造词，所以就都不见。所以我就是尽量就是都用 Unicode， 但是 Qtrics 里面它可以就是支援各种各式各样的 encoding。那还有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坐标系统，因为目前我们在台湾流通的坐标系统除了不稳定的 WGS80，然后我们还有早期1967年所设定就是富士山坐标系的那个 PLD1967，然后还有1997年后来又根据 WGS84再去设定的PLD1997的坐标系。那这个其实就是个黑箱，因为我每次拿到图的时候，你没有设定坐标系统，我就会猜你知道你是67的吗还是97。为什么会说的是67或97？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去做测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投影车，那 TWT 977就是负67是很麦克的多，然后它可以去上面做跨两千段长度，所以我们实际运用的时候都会去把它弄成就是 TN 跟 TN 带的那有些人要设定好，所以我们就会很长，那如果猜错的话，误差就是800多公尺。其实6900大概差了890，所以就是你加入 Qtrics 的时候，它已经很贴心的，就是推荐的97或67，或者是 WGS80，你只要去选择就可以了。然后，其实97，97已经有一部几乎的，就是几乎是 WGS80，但是我们讲。97的时候都会讲说是，我通常讲97，它是 TLD97TM2， 它是很慢慢的，所以那个数值会不一样。其实我可以等一下讲不到，它就是以它我们有两个，一个是中心121度当成是中央值无限，然后分成两个 degree， 然后那个空度就是119，所以如果换经纬度的时候。它其实跟 WGS80 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用97或677都是用 PLD， 它的数值是 SYS 大概是六位数，然后是就是20几万到30万，然后 Y 总是七位数。然后给大家看，它这是几个常用的坐标系。那如果你把弹汇进Qtrics 的时候，它就会预测就会出现。你可以直接打那个搜索条件，那比如说你打84，它就会列出历史的数 WGS 84。那你也可以打 PWD， 然后就查一下，然后这底下就可以。那早期的 Qtrics 版本呢，是没有内建，就是台湾的坐标系统，所以你要自己去设定，就是 PLOJ4 就是参数。比如说像这个。底下我这边就是用大，就是它是我就会选择那个 PLOJ4 的结成。那另外就是我们除了加向量图层，我们还加影像图层，就是 Qtrics 支援，就是它是用 Google Library 去读这些图，所以只要 Google Library 有支援，几乎可以像 RDAS 跟 EFile 啊，这些 GOT 这些都可以加。那比如说像我就是加那个。GOT 的这个台湾的数字地形图，那我们加入图层之后，还可以去设定图层的样子。像刚才这个就预设可能是黑板比较小，那我们为了要去让它比较美化，就可以去设定图层的样子，然后让它比较容易
它去阅读。比如说像我就是重新把它分类成海拔零到500公尺的就是红色，然后500公尺到1000公尺的就是红色，然后绿色就是1000到1500之类的，然后一直到最高。那另外就是这是台湾的资讯网，那这个就是代表不同类型的声音，那我们就会把它用不同的颜色去做区分。那你去看图的时候就会很清楚。然后在 Futures 里面，你可以就是从属性里面的样子去选择，就是你可以设定成单一的颜色，或是做分类，比如说数值多少的。多少到多少啊？是某个颜色，然后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存在那个样式，之后你要再入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那我们这些图针就是主要就是我刚才讲的单一的分类，或是渐进，或是裸位置。那单一符号通常我们在用就是比较是边界图或是行政区，我们不需要有其他颜色。比如说台湾的边界图，那如果你要用分类的图的话，就会比较适用在你的资料体上。比如说，中共大选的时候，那个蓝绿两个政党的那个版图，我就可以用分类的设计。那还有像是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资讯图啊，或者不管是什么，都可以用分类的设定去强调它的。那渐进的设定就是需要是用它一些连续性的上下温度一样，或是海拔等等，它是属于比较连续性的资料。那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设定的时候，它有很多不同的设定，就是在线段啊，或是多边形的样式都可以去选择。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把图地图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显示它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多边形，它可能是虚线或直线，然后像这样其实填满的时候，在就是样式设定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比较牵扯到美感跟设计，就是你要去考虑的意思。比如说，如果我的背景是深色的。前几个这个样式跟我的真的这个格子等等，我需要浅色。那这里因为就是弹性感搭配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图书馆，像我们有个台湾的县市，然后希望告诉什么地方是什么县市这样，就是美国的声音，让它声音。当然就是你标记可以让它放在直径，或者是边线，或者是让它自动计算，反知道对方的位置。那我们实作上，等一下我给大家直接看 Futures 是怎么加入的。另外就是第三个部分是。地图设计版面，就是我们要，比如我们加进来之后，我们通常都是要输出，比如说可能老板要一个报告，我们要把它弄得很漂亮怎样，他们就是可以用特许型的地图设计版面去设计。那它是有两个区，一个是出图的预览区，另外是参数的设计。那其实它功能非常的细，你可以调整到，如果你不会码的话，你可以调整到非常的。那把图加进去之后，当然还要加入一些图里面很重要的元素，像是比例尺啊、比例啊，或是给相尺寸。那是怎么加比例尺？那这个就是比较细节的科学调整。然后还有图例的部分。然后这个是。FAQ 啦，就是有人问我的问题，就把它整理了。那就是，必须大家可以把所有这些设定的，设定的东西固定，然后地图出版的设定全部存在。
SML base 的一个文字档，然后你也可以从就是直接就 VI 直接去编辑它，如果你有需要。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把图跳进 QGIS 的时候，发现每次这个边界都不一样的时候，你要调整可以从它的这个 item properties 里面去设定它的档。然后另外就是 open layer 的 body 的问题。然后这个实际上我做了一些图，就是市里某个苗族的，就是边界跟它的一些分区的。然后就是把它设成不同的分区。我这个有放在那个 slide share 上。
位置你要怎么摆放，这个全部都可以写到上面。那出图的话，可以从专案，然后出版设计。那因为我就是有同时会出好多不同的图，我就可以把它组成出版设计。比如说我就是、这个，它就会有 item box 的东西出现。然后这里就可以直接去画。比如说我就是直接。就直接加入地图，然后拉一下，然后地图就会出现。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你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用九七的资料系统，所以看起来有点像。啊，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画台湾，大家都是放直的嘛。那有时候，比如说像你要画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像斜形的，所以你其实可以去调整它的角度，然后加上一个北向调整，然后就是可以直接这样设。然后包括这个比例尺，你都可以细部去调整，你要是色迈啊，还是什么东西，或是地图上的单位。那你做全部做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它可以输出成就是一般比较 PNG、JPG、TIFF 档，或者是 SVG 的向量档，或者是 PDF 档。那你后续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根据需求，或是比如说你输出的 SVG， 然后用 Inkscape 去再做细部的修改。那我想问一下，它输出的时候颜色的是会是 RGB 还是黑底漆？还是可以选 CMYK， 因为我最近在印刷的时候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印刷厂是 CMYK， 可是一般像 Inkscape 它只是就是只有 RGB， 对，但我就不想，应该是只有 RGB 的，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我在跟就是 SVG 都有些问题，所以我几乎都是输出成那个。PNG 档，几乎都是 PNG 档。然后我觉
有些还蛮完整的，然后有些比较复杂的就可以自己写排列。然后他有建立那个，就是 contributor，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他简单帮你建立一个 plugin 的排列，他就自己去写。所以我觉得它扩充性还蛮好的，而且资源，资源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像 Postgres， 就可以直接连那个 Postgres 或者 Postgres 需要。比如说我就是随便找一个。大概这样，大家有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